我的眼睛该还我了。好，我还你。所以今日我便来照拂照拂你。素锦，本上神这双眼睛你用了300年，用得可好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怎么，这双眼睛你用着用着就忘了它的来历了吗？300年前，本上神经历情劫，丢了双眼睛在这，今日想起来便特意过来取。到底是你自己弯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弯？只因我300年前化身为一个凡人，脓包了心，就准许你这个小神仙来夺我的眼睛，诓我跳诛仙台吗？看来你是不忍心自己亲自动手了。本上神近来人逢喜事，酒喝得多了些，手可能有点抖，弯的时候会有点痛，你多担待。不要挖我的眼睛，不要挖我的眼。很好，300年前你就喜欢装柔弱，我时时见你，你都在装柔弱，你就不能让本上神开开眼，看看你不柔弱是什么样子。那日夜划弯我眼睛时对我说，欠人的终归是要还的，之前你的眼睛是怎么没的，我们两个心知肚明。我的眼睛是怎么跑到你眼眶里的，我们两个也是心知肚明。我就是想要问问你，我怎么就不能拿回我的东西了？我的眼睛放在你那儿放了300年，怎么就变成你的东西了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去找药王吧。